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我是韩一秒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谢谢，奖励一个吻。看，母亲节到了，你看，只有当了妈妈以后，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妈妈有多么不容易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家给大姨、给舅妈、给姥姥一起过母亲节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去跟姥姥，也奖励姥姥一个大香吻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平时每次回老家的话，不是我妈做饭，就是我姐做饭，太辛苦了。今天过节嘛，所以我决定去饭店打包几个菜，直接回家吃现成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们解放双手，谁都不做饭了。走，跟妈妈一起去，好不好？看看想吃什么好吃的。媳妇儿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必须得剩菜啊，有鸡有鱼的，你看着办，起码得八个啊。八个菜。家人们，我们家小安同志这种场合从来不吝啬，还得硬菜。走了，可心，八个就八个，有鸡有鱼 ，Go。出发。可心，给姥姥的礼物你拿着。好，走。出发，语文书放在这儿先。我们美女邻居家的店，我们美女老板娘，来条鱼，来个鸡，好。Later， 媳妇儿。
妈。